那时候我们以后应该带署名来玩这个。不，他，不是吧？他连孤儿院一开始就不敢玩了。但是我还蛮久都没跟他联系、欸。这边走过。他是他神隐。我记得应该加 FB 才对。什么是真正暴力者的恐怖？我们还差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差一颗头吧。对呀，头不就那一颗吗？对、呀，你可以把它抠下来，就跟我之前把我们在玩 Hint 的地图的时候，我把那个我把它那个抠下来，然后结果他送我一批超神的嘛，超扯的，他竟然没生气，还是因为我这个 skin 的关系。你又魅惑？耶、yeah, 欸，不对啊，妲己都没有魅惑，让他也妖狐啊，走吧走吧，那这边没路了。照理说不是有应该有钥匙，他不是说。他有一个钥匙，对啊，可是好像没看到啊。我知道钥匙掉了，要死掉了要怎么办？捡起来。走吧，把门关起来了。锁吗？应该没有。哎呦，好暗哦，看不到路哦。原来在这，不然这太亮了，我们进里面。流星 go 啊！流星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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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oh, ，你哦，我心脏跳了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心脏一直跳着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臭酸的寿司，你那边有几个啊？一个都没有。啊，那你就拿去吧，我还有两个。受伤的寿司。哎、欸，我发现那这个饥饿比较慢。为什么觉得饥饿特别快？因为你都用跑的。好吧。这边还有一条路，有点暗。哎、欸，流星 go。流星 go， 那你不要考我。等下这条路怎么感觉？原神。等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嗯。铁针，你要干嘛？等一下啊。嗯，我等一下哦。别跟我说你在改名东西。该需要等级啦。零等。等级。零等。啊妈妈。我想改成那个鲑鱼寿司，我好好久都没吃过。鲑鱼寿司。决定。比较好吃。但它事实上是酸掉的寿司。是时候我把它改名。所以它是酸掉的鲑鱼寿司。这东西能吃吗？这边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就这样游下来，然后又毫无意义，又游上来。啊，这边又是那个。哎呀，等下这，哦，这个好暗哦！天哪，看不到。那边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奇怪，我真的发现我 1.8 的材质包有问题。是吗？这我看你还是那个啊！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长得很像你的那个。是哦。对对对。那我看，我觉得应该是伺服器问题吧。嗯，我不知道。这有一条血河。等等，我看一下多人设定，就像是河道。我的天，有酸掉的寿司。对啊。对啊，还是一样。啊、这下面还有东西吗？哎呦，这边呢？好暗。那边没有寿司。我好想去吃寿司。这下面会写，这下面会有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这边有樱花的碎片。又是樱花的碎片。啥骷髅的？是骷髅啊？是吧？你知道有一首歌，有一首歌就是也叫啥骷髅啊，但是我不能透露那是哪一首歌，因为有版权问题。而且我不知道你能让我在这你的影片里面打广告吗？应该不行吧？尽量是不要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能透露。我觉得那首歌蛮好听的，我真的蛮喜欢的。哎呦，这就是那个电视，可是这个不会亮。我是搞不哎、欸，下面啊，下面断掉的头，我找到了，找完了。爸，不要让我看到那个东西可以吗？四个？哇靠！一二三四。哎呦，这个好帅哦！我感觉好像真的是我自己的手。你看我有手，你看我有手，我你看我有手。我要看着箱子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快点啊，继续玩。快点啊！啊，所以嘞，我全部都找到了、啊。够，游戏够。走这边吗？我总觉得地图不会那么快结束。可能哦。把我的身体还来，把我的身体还来。不是啊，重点是要丢哪里？
恐惧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条绳子，不是啊？是要丢？哦，走这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根本就爬不上去。把你的身体还来，还去哪里啊？重点，重点吧。那是重点吧？这边吗？我靠，那个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你在哪？不是吧？你那个了。哦哦，吓爆我！把他的身体还来，还去哪里？这边不能。哦，这边有漏斗。OK OK， 我知道了。还你脚，还你手，还你身体，还你头。等一下就不要这个漏斗，直接做着事情好玩。如果那天我没有提出帮孩子转学的事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其实我很后悔，真的。OK。但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难道他为了孩子好是错的吗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啊。是，再讲，他就像恶魔般夺走我的一切，也。什么自从自野他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他了，我已经不认识他了。自从他把孩子带走后，我就没有再见孩子了，再见过孩子了，好难过，哎、欸，好想念我的孩子，能不能帮我找找孩子？我知道，我也拒绝不了吧，就帮你找到孩子。请问我要去哪里找他？学校在羊牛角镇上，你去学校一定能找到他的。他的名字叫做鸦切勿死，好难念哦！鸦切勿死，我知道了，以日文来念鸦切勿死。啊啊！这是什么？鸦切勿死。阿萨基。阿这是阿萨基吧？阿萨基，亚瑟啊！我来乱走路。然后走到一个。刚刚还有几间房间我们没进去，搞不好那里有重要的成就。不是吧？箱子完了，要怎么回去？他不让我回去。要怎么回去？瑞凡，他说不让你回去。Okay. 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？但是，等你过来这边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两个门，你不觉得它很像一个东西吗？没事。你看出来吗？其实我看不太懂。笑脸。我从一开始看到那两扇门连在一起的，我就感觉哎、欸，那边怎么有一个笑脸那样？哎、欸，刘星，我会飞。What？ 屁啊！你怎么？我会飞。I can fly。从十楼跳下来啊？不是从八楼吗？管他的。哎，不要，不是从八楼吗？八楼。这有什么吗？这边有樱花 ，sakura。我觉得那首歌真的超好听的，超好听的。我觉得我下次要让它变成我 BGM。我去找一下那个、欸、没有那个。我们是不是又走回来了？没有。我觉得刚刚不是就翻到这里了。那感觉好像那个天使的那个灾厄其中一个光头。你说那个？你说一个三头龙的那一个？其实它是三头狮。还是山上就是，哎，卡关了哎、欸，没有啊，这边有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没有线。算了，你走第一。我走第一，哎、欸，等一下为什么？你是镜头啊？不是啊，我刚才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突然往下降，卡住了。啊、哦，这就是所谓的移民吗？不是，这个地方啦。好漂亮哦！我就是爱这个东西。天色暗了，今天屁呀、啊！我以为是天亮嘞，你搞屁呀、啊！今天就先找个旅馆住下，明天再去一趟学校吧。屁呀、啊！刚刚什么声音？什么什么声音？刚没听到声音。这个镇上果然有问题。这个镇上果然有病。有一个消防车吗？还是什么？干脆还是别帮那女人算了，万一我也出事怎么办？哇！有听到打人？对不起，我只是乱说话，我会帮你找孩子的。你这根本就是在逼我嘛！还是别多嘴，赶紧去住宿别的，赶紧去住宿的地方吧。天哪，那个女人，好恐怖哦！这，哎呦，发现有一大堆书都不见了。他根本就是在逼我们。而且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我们每走一步，他天色越暗。好像是哎，好帅哦。哎，我们走回来好不好？
你知道已经天黑了。走回来。真的已经天黑了。快点走回来。没看到月亮已经在那边缓缓上升了。好吧。其实我个人我觉得它根本就上升超快的。好吧。虫啊。这不能自残的。我怎么觉得是下面蛮精彩的，跳下去就虚空。哎、欸，跳下去就虚空哎、欸。跳下去就获救，白怪了，跳下去就死。啊，幸好这不像那个什么翻掉的时候，路灯爆掉。哦，那个。我后来不是有拆地图啊。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一颗，我第一颗方块，那个紫金方块，对不对？我就看到路灯爆掉。多多良工厂。多多良工厂。啊，是要去哪里？多多良工厂吗？还是？啊，算了，我们玩多多良工厂。等等，他是说怎样？啊，他是要走多多良化工厂？多多良吗？多多良化工厂，你要住在工厂里面？这样不要。我觉得睡起来晚上不好，对身体不好。搞不好有一堆辐射物。等等，我看看一下，这边有字。妈，看不到啊！啊？尤其你可以准我看一下上照，然后飞到上面念一下上面的字。哦，好，你上去看一下，乖乖，这边太高了看不到。什么奈田游乐园？然后25K， 哇靠，25K， 25公里。然后灵山服务区9K， 然后终点哦，羊头角镇哦，终点是羊头角镇。OK， 那我们就走吧。没有，我们应该要去多多良工厂那边住住。哦、oh, ，好。那我又饿了。我可以选择自残。你确定不会有 bug 吗？我觉得等一下作者搞不好会弄自残，搞不好他会弄个很可怕的动作。自残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被吓死。那我要准备自残。不要。开玩笑的。多多良化工厂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感觉这个很像那个？那个叫什么？逃离，那叫什么、啊？精神病院。为什么？他一开始不是也是一台车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。没有，算了，不要想太多。实验 A 栋。没有啊，可是月亮没在动。啊！我说实验 A 栋。好吧，进去。哎呦，没有，他不是说要过夜吗？问题月亮没在动，这样。这门不能开啊。这张地图有点大，有点是啊。我们不知道拍了第几集了。第几集啊？上面有一个洞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研究 B 洞。A 洞刚刚那边，那边是 B 洞。要乖乖的。B洞也进不去了。我们来这个工厂到底有什么用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顺带一提，我来这个工厂我会饿死啊！这边有路啦。哎、欸，刘星，我发现这边有可以进去。我操！我刚才就说这边有路啦。啊，我觉得这张地图对不对？有八成几率会被你吓死。你之前不是在森林小屋，不是说有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被我的叫声吓到？是啊，这边也没路哎、欸。哦，快饿死啦、啊！啊，那下面有绿绿的东西。绿绿的，我操，谁灭我啊？有一个按钮，要按。妈嘞！我们才开到一半。这个按钮有任何反应吗？因为我没按到，没。好吧。看，呸！一半有人用剑伤灭我。啊，等一下，一个是那个阿米我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是什么？”帮。嗯。假的回，我回。妈的干！哈哈哈！不用 C C K， 我从来还。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别
坚硬。哎，这边是什么？一个洞，这边是后风，我进不去。这个工厂好像没什么东西耶。嗯。刘星，你别傻了。这工厂好像没什么东西耶。啊，有东西吗？对啊，这边、欸、有，你看上面。有吗？看上面。那什么东西？那个感觉好像没路。搞屁呀、啊！啊、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这边还有一个酸掉的寿司。哦，快给我，不然我要吃流星了。快走！哎呦，来吧，这你这老师就会掉草本。所以这边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啊，所以我们算了，我早知道就不该来这，根本就没东西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按钮。虽然它只是车灯，哎呦，这血越好大、哦，怎么办？我突然预知，哎，不是预知，就感觉我第六感感觉我四月四号那天会死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你是说我会有团聚乏人？嗯，你是说？还是有人会跟你告白？不是，还是你是说往恐怖方向想的？差不多吧。吧。我们先往前走吧。这是哪里啊？哦，这好像是刚刚。你在那边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要回讯息。我突然停下脚步。这边有游乐园，我记得他不是说这边什么25公里有游乐园？对啊，我觉得你觉得游乐园是一个好哎，靠腰的听说，我好饿、哦，樱花碎片，我好饿、哦，所以这边是游乐园？屁呀、啊，这是游乐园，病院啊，最恐怖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游戏暂停吗？我不太想，我不敢再继续玩了、欸。会。我们要不要先换一下心情？哎呦！哦、欸、不！不睡觉。吓死、欸！我只是在检查东西而已，就点到床，差点。哎、欸，你重生点会变到这边，你应该要把床打掉。打不掉，哎、欸，打掉了。我只要不要死就好。哦，刘星，嗯，我们先暂停一下这个游戏吧。这边有一个椅子。OK， 觉得差不多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妈的，我刚才就跟你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边有地方就过夜。有，我刚才来过这边啊。好，就在这边做一个结束。我觉得我需要有一点的。打东西打到一点不爽，我才会想继续玩一点，因为不然我现在，妈的，我刚才差点被他吓出心脏病，而且他那个咯咯声音，好，我们就先到这边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